This is Sun Jie. He's a super talented parkour athlete from Beijing. But unlike many other incredibly talented athletes out there in the world, there is one big difference between him and them. Sun Jie is likely double their age, coming in at 43 years old, and is still training at an unbelievably high level. But more than that, he's not just a specialist, he's doing everything. Running prees, castaways, long fluid lines, dive fronts, huge lachets, techie flips, all unbelievably clean and all done with the ease of a 20-year-old at 43. He is an inspiration of mine and is right now setting a precedent for what is even possible at this sport at this age.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him, his history, and how he's so unreasonably good at parkour for his age. So I got some tickets to China, hopped on a plane, and went and asked him a few questions. After getting to the gym, a little unprepared and jet-lagged, I made a microphone out of some spare utensils and proceeded to record absolutely no audio at all in our first interview. However, Sun Jie was kind enough to do a round two, and this is the result. Please forgive my mediocre Chinese. 欢迎来到第二次的方文。你的名字叫什么？你从哪里来？你多长时间练习跑酷？大家好，我叫孙杰，我今年43岁。我从08年开始练习跑酷。我是中国北京的。你以前玩过什么活动？小时候还很喜欢踢足球，还有那些什么街舞啊，冬天也会滑雪。 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游泳比较少，但是我们喜欢找一个高的地方跳水，都非常有意思。你以前这个体操运动员，你的水平在哪个运动怎么样？就是其实我的这个身材还有我的身体能力，可能对于体操运动员来说有点太高了，所以不太适合练体操。 所以在练习体操的时候，还是比较吃劲啊，比较费劲。我的那个体操的最好水平是单杠项目的全国第5名。你从几岁开始那个体操？我是从1985年我5岁的时候开始练习体操，2005年退役，练了20年的体操。为什么认为你会这么长时间练习，在这么高的水平？ 首先我觉得你要热爱这个项目，如果你要是不是特别热爱这个项目，你可能比较难坚持。然后呢，你在热爱的时候，你还要自己有一个系统，一个科学的训练，保持你的一个竞技水平，才能延长你的跑酷运动生涯。这个跑酷生活是不普遍的，这让你感觉怎么样？ <笑>我这个问题没太明白。<笑>我觉得你不应该做一个面试，如果你的语言水平不高，我觉得很难。这个跑酷生活真的是很少人做这样的活动，中国的典型的普通人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跑酷这个项目在中国可能不是那么普遍，大多数人觉得会 有很大的危险性，然后练起来也很难。但是呢，哪个项目它都要经过一个系统的训练，长期的训练，就会比你想象的中，想象的简单的很多。而且这个项目它，你要是通过自己的训练，然后挑战突破了一个动作，你会有很大的成就感。你的生活很健康吗？我的生活。 我那个体操退役之后呢，我其实没想练这个跑酷，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抽烟，我觉得这个很不健康。然后其他的睡觉还有吃饭，还有一些每天有锻炼，我觉得都很健康。你每天锻炼多长时间呢？一般训练会在2个小时左右，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 这2个小时的运动量可以大一点，可以小一点，然后今天会练一些难度动作，然后如果要感觉累呢，会练一些基础的基本功训练，还有一些常规的力量训练。你为什么喜欢跑酷？首先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练过体操，所以我很喜欢跑酷里的一些技巧，然后还有，它跟体操不一样，体操的规则还有那个动作特别规范，而跑酷呢需要可以更
你有无限的想象去尝试自己想要做的一些技巧，所以我很喜欢跑酷这个项目。你打算练习多长时间呢？我的理想是70岁之前都可以从事这项运动啊，就看我的身体情况啊。我说的不是在一定水平，可能是这个水平可能会越来越低，但是我想一直保持每天有这个跑酷的训练。如果你不能玩跑酷，你会做什么？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可能比较残酷，然后也比较可怕，因为我想象不到要是没有跑酷训练，我的状态还有我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希望还能我的身体，然后通过我的健康的训练能够让我有更长时间的训练。然后如果要是真的没有跑酷呢，我现在也在寻找一些比如像瑜伽或者一些普拉提这些比较养生的一些训练我也在参与希望如果要是没有跑酷的话通过其他的训练也能让我不至于那么的无聊。你以前有严重的受伤吗？就是在10年前也是脚踝骨折了。我觉得这个受伤算是跑酷运动的比较正常的一个受伤，然后还有就是腰部的一些劳损其他的大的损伤我觉得没有。很多其他的人他们都有很多受伤，你觉得为什么他们有很多，尤其是年轻人？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体操的那个基本功会特别扎实，然后在训练跑酷的一些技巧的时候我是基本是通过技术来完成一个动作，并不是靠自己的身体和你的一个疯狂的举动来去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呢，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受伤多的原因就是可能现在跑酷水平很高，然后练的难度会比较快，但是他的基本功没有你那个难度系数发展那么快，所以就是很容易造成受伤。你这是你的工作吗？是的，就是我们现在是有几个合伙人一起开了这个馆，然后每天有教学没有教学的时候我们都会自己来训练。你结婚了吗？我现在还没有结婚，然后也没有自己的小孩。你的父母感觉怎么样？我的父母感觉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好。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是要到了一定年纪要结婚生子，然后有传承，但是我觉得我并不是说不想结婚，可能还没有遇到对的那个另一半。你可以说跑酷是你的女朋友吗？对，一般在春节、圣诞节还有情人节的时候，我都会发我今天的训练跑酷的视频然后标题会写到我今天跟我的女朋友跑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一天。尤其是你大一点，这是很重要。你同意吗？Oh my god！ 算了，就是是很多年轻人做跑酷，你觉得你跟他们相处的好吗？这么多年，我觉得我跟他们相处的很好，因为很多人来向我请教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动作来进行很好的交流不存在语言上过多的其他方面的交流，所以这个不存在年龄的问题，所以我们交往的沟通的很顺利。谁是你最喜欢的西方跑酷运动员们？应该有很多吧，然后不同的年代会有很多我们觉得的喜欢的偶像。其实让我们认识跑酷最多的应该是丹尼吧所以这个标语就是我们写的是丹尼那个视频里边说过的一句话。Choose your own path. You choose to fall, you choose not to fall. 为什么你选择那个具体的句话？
就是我觉得这句话会对我们来说有很多的道理，然后呢，你反复的思考会，因为他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答案，然后对我们有比较深远的一个指引。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应该完全自信做一个动作。如果你一般般，你会受伤。但这是好的意思。这句话很好，但是在我的这个思考里面，我觉得还要加上一个前提，就是在有一定水平的情况下啊，然后再按照这句话来去做。你变成了越来越怕吗？做这样的跑酷动作？是的，因为从刚开始练跑酷到现在，因为我觉得最大的一些变化就是，我现在做一些难度动作的时候会发生，这个动作会犹豫啊，比如说力量已经发出来了，但是在空中就不敢做了啊，这个情况经常的发生。然后还有就是，有一天练得太多，或者说你一旦受了一点受伤的话，恢复起来会特别特别的慢。我同意，我的身体是一样的，年轻的时候就是，就是我觉得在训练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量的科学，然后循序渐进的训练，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的伤害，是最小的。然后呢，不要一味的去完全的发展难度，你还要做很多的基础力量和基本功的训练，这样对身体会有很大的好处。太感谢了！我真的享受你跟我一起做这样的事情啊！你有一个句话，你想对向你的西方粉丝说吧？那西方的朋友们，就是很高兴认识大家，然后也很希望大家有更多的人能认识我，然后也欢迎你们来中国北京，来我们的训练馆来训练。还有就是，希望大家的训练都是很安全的，然后要是有比赛能取得好成绩，让我们共同为了跑酷这个项目共同努力，加油。After meeting Sinjia and spending some time training with him, it's absolutely unbelievable what he's doing. He is truly setting a brand new precedent for what is possible in this sport. And I suppose I should mention it given my channel's content up to this point, but his posture is absolutely on point. If you want to be training this well at this age, improve your posture. My channel is filled with videos about how to do this, so if you're interested, give some of those videos a look. Maybe at some point I'll go into a little more depth about what Sunjie in particular is doing so well. So if you're interested, leave a comment down below. And to finish this video off, here's a little training we did together in Beijing with narration. We started with Sunjie trying to teach me this knee swing thing, and I don't know if moves like this should be considered moves. They're just so uncomfortable. I'm immediately impressed by anyone swinging on anything other than hands. We tried to work me up to the 360, but we only got as far as the 180. Sunjie tried to get me to give the backflip version a go too, but I decided to give it a miss. We then worked on this fairly meaty hip hop precision to the ledge. We both got closer on each attempt until I eventually managed to sneak out a stick on this one. And Sunjia was super impressed with my landing tech, which was nice. Then I tore a callus, so we did some arm wrestling, and NZ currently leads 1-0 in the inter-annual Sino-NZ Arm Wrestling Championships. 真的假的？那必须的！你 That's all for this week, guys. I hope you enjoyed the video. If you liked it, leave a comment down below. And if you want more of this kind of content, share with your friends, etc., because I probably need like 500,000 views to make even on costs on this one. Peace out.